台湾啊，关心阿扁总统啊，声音较细声咧吼，唔免太大声。安尼拢有听到啦吼，嘿，因为这个所在吼是病院吼，是病院啊，咱万个卖去交叉到其他的患者，啊，交叉到其他的家属，啊，咱下晡呢，伫这个所在啊，咱有一个聚会，啊，这个聚会是台湾公益行动教会。哦，咱原底呢，每礼拜下晡三点，拢伫二二八公园内面，啊，为着台湾，啊，关心这个土地，啊，的祈祷，啊，总是呢，啊，连续这两礼拜，咱顶礼拜，吼、哦，咱顶礼拜是伫啊，这个树头，吼、哦，树立桃园医院，啊，这礼拜呢，吼、哦，咱刷接来这个所在，啊，来举行为着台湾，啊，为着阿扁总统。啊，这个时阵，我想咱先来练诗歌吼，咱先来唱几首的诗歌啊。咱较等啊，连伊啊，咱三点吼、哦，三点就要准时来开始咱今仔日的聚会啊。第一首呢，吼、哦，第一首的诗歌啊，咱啊要来吟啊，阮吼阮这首诗歌啊，伫咱的这张黄纸黄纸内面的第一首吼。哦愿这土地，我诚心祈祷。愿主的真理，那光全地遍照。为这个城市，我谦卑憔悴吼，寻找哦，叫做憔悴啦吼。愿主的话命临到这的百姓。愿全能阿爸天地，愿你国降临。愿圣香甲弟兄离开咱的心中。愿全能阿爸天地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五万甲喜乐永远点咱心中吼，啊，咱也要认为做伙来认一拜吼来。
过来，咱来因变过吼，变过一首，啊，这首嘛是吼、哦，有人讲这首叫做台湾国歌啦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真悲哀吼，真悲哀，四百多年来啊，拢这人的无才，任何一个政权来，就给迄个政权讲因的话，和因的名，哦，日本人来，咱来讲日本的叫做国语，中国人来讲中国话叫做国语。啊，台湾人的语言对对去，哦，台湾最初这首诗歌啊，是我的老师叫做郑义的牧师，伊所写的。啊，这首诗歌，伊的水水的什么所在？伊将台湾这个所在，伫这点面地理、文化、历史，以及伊所有内面，哦，内面啊，伊喜爱的物件，在这个中间吼。咱来用一摆吼，有人可能有饮过，有人也不要饮，无要紧。咱来试一摆吼。太平洋西南海边，你来到台湾翠秋。早前是外邦统治，建国打得出头天。共和国宪法的基础，四十文平等三十多，人类文化世界和平，国民向前贡献在人类。Thank you.
这兄弟姊妹，我同心聚集来到这个所在，用众平的大厅。我伫这要同心俄罗敬拜主你。我也恳求天父上帝，你赐落你的恩典，圣神的带领引导，我今日布置这聚会，当得到天父上帝你看最好的，你享受关联，享受快乐，和我所咧推行、所咧进行的事，得到你的引导，拢会当真顺利。特别是这个时阵，我搁较关心，我所敬听我的前总统阿扁总统，伊待伊伫这个所在，直接接受治疗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你在我人的软弱伫你面前，我无称做虾米，要靠你，予我勇壮，予我强大。亲像阿扁总统安怎治理这个国度，伫只有喜乐健康的社会，但伊今日身体欠安，软弱伫主你的面前。我就谦卑地祝你开，祈求天父上帝，你亲自做工，你医治的神，甲我所关心、所敬听阿扁总统之地，互伊伫遮受到好的治疗，医治的神的保守，互伊的身体会当得到渐渐恢复健康。天父上帝，你帮助我，伫我所要行的万人数的顶面，我真正袂会做虾米，我就仰望对主你来恩典，你的疼痛，你的帮助。我们才会先输在主你的面前，才能来让应神应人这个事真做事实。我们特别为了在这里大院这些兄弟姊妹身体欠安的，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时候，他们身体软弱，大院在这个所在接受治疗。我们恳求人民的主，听我们的上帝，你的安慰，你医治的神不看过，或者接受医治的兄弟姊妹，会当紧紧获得健康。天父上帝，你帮助我，我感谢主你，予我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伫这三角聚集，伫这熟悉真多真多，我毋捌见过面，或是第一面见面，这兄弟姊妹，我拢有共一样的心，关心我所徛起这个所在。我需要有一个司法的公平正义，伫我所生活徛起的四周围。我仰望主你来带领。你所享受，我徛起这么漂亮的福尔摩沙的所在，我搁较感谢主你帮助有带领切欠你尽忠的仆人，我所敬听的牧师，还有陈福珠牧师，还有蔡教授，这些关心这土地的人，因来助力给因的使命，来带领来引出人来治理四方的这间公益行动教会。我知上帝你的公义要存到永远，在我所徛起的所在，我也确信公义必定要行头，要有施行在我所徛起的所在，来荣光天父上帝圣尊名。天父上帝，愿你帮助在今日这中秋节的时，让我们这组织，让我们的敬拜都得到主的欢喜感恩，也恳求你带领这间我们这个公益行动教会，伫要做个事工个顶面，有对你顶面来个快乐，满满充满伫阮个牧师、伫蔡教授、阮所有牧长、阮正所有兄弟姊妹个心上，予阮搁合同心合意，为主你个圣工、你个国度来拍拼，愿阮个所行所做拢合着你个旨意、你个圣神个带领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你听阮个祈祷，帮助阮所做个来应承主你。安尼，同心伫你个脚下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多谢。下面读圣经，要来请咱个李天元执事来读诗篇第九篇第十到第十节。伫咱个周报吼，这个周报内面吼，爱将读圣经记载伫旧约圣，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九篇第一节到第十节。我全心感谢耶和华，我要报扬你一切奇妙的所作，我要伫你欢喜快乐至关的啊！我要阿罗你的名，我会对得
我当先提起的时，就在你的面前跋倒灭无。你已经替我伸冤，替我辩明。你坐在宝座，照公义审判。你有责备列邦，你有灭无歹人，你有擦灭因的名到永远。对敌到结局，受荒废到永远。你毁坏因的城，连因的纪念也无去。独独耶和华坐位到永远，伊已经为审判安置伊的宝座。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照正直判断正百姓。耶和华搁要做受压迫的人的关台，在患难的时的关台，捌你的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为耶和华你未捌弃杀找你的人。以上。啊，这是咱过来唱诗歌《何摩沙颂》吼，伫咱这张黄色的诗歌的第二首，咱对第一节来唱到第三节吼，请咱站起来吟吼，站起来唱。